啊，前面有人，我脸上，又是这边。十米五五五，楼上拿刀，楼顶楼顶。他那个残 ，nice， 我在破解。他们那么刚好里面遇到人，是不是很好？先开边，来救人，救！哇！你怎么被点到？你上去杀他，他肯定一个。妈妈，好，你要上去杀，我们就一起上。我们上吧。上去强奸那个胖子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超常卖人的兔子，你看我告假他，你真的不要骗我哎！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。哎，我已经被他贬过好几次了。他每次跟我说我们一起上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没上去。”连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快起来，我讲给你。哎，倒杯一滴。他们两个。我婴儿车，我婴儿车，给我拿。喂，推进去，推进去！哇、哦，他在传烟哦。哎、我这几天教他了一个新的单字，我教他我是不一。我还以为你要教他更脏的东西。没有，我怕太脏，到时候被骂。啊，他就可以说我是不一，我是不一。假赛卡给吗？被骂。我觉得会被懒猫骂。我下去。真的吗？哎呦，行。那是亡灵哎，那是亡灵哎。没，吸的好恶心。救我！救我！前面那边有人啊，上面有人。不管。妈的任性。梁静茹会给你勇气。我靠！喂，怎么一堆人蹲在这里啊？他们三个蹲在这里，好可怕哦！为什么小孩？不是猫咪啦！哎，你们为什么都把猫咪当小孩听？你们男生是不是都会说这个东西是小孩？确实啦，确实很像啊。他说之前外送员还是什么到他家还是什么送东西，他猫在叫，你已经是第三个了。对，他就说有小孩哦，好，稍等，快到了，请开门，我送上去。几岁大啦？已婚育有一女。没有，我们家是两男哦。两男，但他们都割掉了，所以我也不算，我不知道算是男还是女。干，好好，这么晚还可以一直讲话，那么大声。哦，我唯一被邻居抗议是楼下的邻居，因为我就是麻将赌输了，然后我一直敲桌子，所以楼下才跟我讲说可以半夜不要敲桌子。哈哈哈哈哈！也是很多人啊。